长者感染新冠病毒患重病或死亡的风险非常高。香港200多宗死亡个案中，超过80%是65岁或以上长者。长者应尽早打疫苗保护自己。为方便长者打针，60岁或以上人士而家唔使预约，可以在24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攞即日筹打疫苗。即日筹每朝7:09在中心派发，其中22间接种中心每日各200个名额。东涌同机场的接种中心就每日各100个筹，先到先得，派完即止。长者带身份证就可以去攞筹，亦可委托其他人带埋长者嘅身份证副本代领。每个长者最多可以有2个照顾者一起接种。中心工作人员会在长者打第一针时通知他哋打第二针的日期同时间。咁方便，各位老友记，快啲去接种啦！